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祖。我是秋秋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要在家里隔离了。隔离多少天？14天。隔离14天啊。嗯。然后如果没有发现什么呀，我们身体还好好的，那个祝福就可以出去了。可以出去了。因为前两天我们不是去了泰国的通罗吗？和他朋友去买那个化妆品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一天。然后之后的一天，我们又陪他的朋友，好多人啊，4-5个他的姐妹，他的闺蜜，在那个西洋帕拉宫对面啊，去吃的那个韩国的那个火锅啊，你们也记得吧？应该看过的应该都记得。然后这两个地方啊，都是最近有发现疫情的地方。这两个地方我发现很多的。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去过了，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病，因为有些是那种无症状感染者，所以说我们就在家隔离14天，是为了我们安全，还有别人安全。对啊，要对社会负责，不能乱搞。那这几天我们就在家里拍了，就随便拍吧，你们就随便看吧，觉得好看就看，不好看的话就但是也麻烦大家多多看，不点看就打开，然后就做其他的。就放着是吧？等它放完了再关掉是吧？正好趁着这隔离在家没事做啊，你就把家里都收拾了吧。洗碗啊，拖地啊，扫地啊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是可以在家里做饭给你吃的。嗯。你天天都是我的菜呢。我又会变瘦了。哎，我想的太多了，我去准备做韩国菜呀、日本菜呀、泰国菜呀，都给你吃了。好，你做吧。现在啊，是泰国的第三个爆发期了，疫情第三次爆发了又。然后这次呢，比第二次严重一点。比第二次还要严重？猜猜，因为它是从酒吧开始的。然后酒吧的话是很多人的地方，然后还有是怎么说呢，很有名的人，明星呀，还有是什么很有名的人又怎么了？对，明星不也是人吗？不是，都是见很多的人得到那个病，明白吗？比如说参加展览馆，参加那个什么唱歌的那个有很多人的那种，然后演唱会啊，还有参加了活动，所以呢，为什么就长那么快？本来泰国都要开了的。对呀、本来是我们准备开了，所以就这种东西是我们就要关了，发展了。我说你们国家要开了。对呀、可以去普吉岛啊这些地方了。然后得到那个病了，打了2针，也还得到这个病了，我也不知道了，就他从哪里来的药的，但是他们的人得到那个病，大部分都是打过了针，2个针啊，打完了也还得到那个病。你们打的是哪个国家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也没说查清楚。肯定不是我们中国的，我们中国没有这种劣质产品。我不知道是他从哪里来的病，但是你打针的时候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那个人也不会也会得到那个病呢？到底是那个我们的国家拿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呢？按道理来说，打了疫苗的话就不会得这个病了，还有一般都不会得这个病了。还有是这个药的也不是免费啊，我们不是免费打的，我们就自己打，就要自己付钱打。所以我们国家是免费的，好像是，对吧？所以我都不觉得泰国是怎么样了，还有找到了我们的危险吗？我们的安全吗？我们反正这边泰国现在是每天就涨个几百啊，昨天是100多，100将近200，今天是300-400，但是这只是上报了的数据，还有一些没去检查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，可能还要乘一个2乘以3吧。但是你们泰国这个死的还没死，不是，是说泰国你们死的这个 percent 不是很高。不是很高，只是得到这个病而已。
我们就是听说是这个病毒的现在在第三了，是从英国来的。然后我们是有一件是在网站，还有在那个 Facebook 啊 Twitter 呀、啊、就我们玩的东西都说是得到那个病的政府不开那个 timeline 呀、啊，就他去哪里呀、啊，什么时候得到那个病啊，他14天之内需要去哪里，他也不说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有很多评论都说是为什么那个明星还有我们普通人需要讲，但是他们的政府不讲。因为我跟你说，我们泰国啊，大部分男的政府都去那个酒吧呀，开一个会来 meeting 啊，会议了，开个会议有什么小姐姐呀那种啊。你们泰国政府的人是吧？嗯，是，都是这样的吧？去开会啊，都叫去那个一个地方酒吧呀，叫我们小姐姐来啊。哦、然后那个大部分的小姐姐都得到这个病了，但是她也得到一个病，但是她不说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是我们就我们普通人和我们和他们呢，为什么不公平呢？其实需要讲清楚，问他们需要去哪里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我们就能不能得到那个病啊，对吧？因为你们泰国没有一句话。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，就是说不管谁做了坏事都是一样的，都要杀掉。啊，好无聊，宝贝。那我们要去打那个针吗？你相信我们泰国那个针吗？我现在就不相信了，本来就打算打的，但是呢，唉，不相信了。你那个针是哪里的？是哪个国家的？要打中国的？他就乱拿呀。我们现在也能不能选？不会选打中国的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他哪有没有进口中国的药。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去检查？我们是先隔离吧，因为我们是我朋友也去检查了。如看那个他们是有没有得到那个病吗？如果没得到那个病，我们就去隔离而已就行了。如果有我们见过的人有得到那个病，那我们就需要检查了。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病，但是我就先隔离，因为我见有人是能得到那个病，所以我们是为了我们安全和他啊大部分人安全才隔离的。检查多少钱？一个人3000。检查一个人还要3000，抢钱啊！我靠！但是呢，也有免费的，有免费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去通往是吧，在那个很危险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免费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去一个地方抢啊，排队吧，这、啊、不是抢，叫排队，排队大概1000人这样子。我疯了，我有病，我操，排1000个人。你看他上火吗？我要出去吃饭，我不想吃你做的饭。你也不是一年吃嘛，还不到一个月就差不多了。行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啊，跟大家报告一下泰国现在的情况。最近暂时就先别来泰国了啊，现在又第三次爆发了，好吧？那我们。以后随时有什么情况，我们随时向大家报告啊！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，各位拜拜，拜拜。